宝宝，想不想赚钱啊？想。想不想赚钱啊？想。把这个带上，吃掉一颗饼干，我给你10块钱，怎么样？真的。真的。行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啊！又输了。能把这个苹果咬在嘴里面，你购物车里面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你买下来。可三年，三年，好大，刘师傅，你看啊，我的乖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乖了呗。Thank you.
你别笑。Thank you.